心进来直播间的宝子们，大家把关注给咱点一点，咱们上点关注啊，下点加点赞，不要忘记了卡一个粉丝灯牌，不要忘记卡一个粉丝灯牌。咱们领取福袋的宝子啊，记得去帮咱卡一个粉丝灯牌啊，送给咱一个小花花，好不好？好，咱们新进直播间的宝同事眼睛都直了，没有没有啊。那新进直播间呢，把关注点一下，把关注给咱点一下，把关注给咱点一下。咱们上点关注啊，下点赞啊，咱们点点关注啊，不迷路，点点。如果还想再当主播，稍后带您看大戏的宝子，大家记得去把这个关注点一点，去把这个赞赞点一点啊。咱们待会儿在下一波福利，下一波福利，下一波福利抽奖之前，咱们再来给大家跳舞，好不好？大家等会儿想不想看到主播这边更卖力的来一首更 sexy 的舞蹈的？如果想的话，咱们把赞赞去点到15000的时候，咱们再给大家上才艺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把关注点一下啊！咱们新进来的直播间的朋友啊，上点关注，下点赞，咱们看的眼睛都不直了，不点赞赞了，是不是？咱们把赞赞啊一起点到一个点到一个5000，咱们第一轮先点到5000，咱们把赞赞先点到一个5000的时候啊，就开始给大家来抽取咱们今天直播间的第一波福利，好不好？长得很像演小米的那个，谁演小米呀？音不音乐无所谓，是来看美女的。来，大家不要轻易走开了啊！咱们点赞点到5000，给大家送出咱们直播间的第一波福利啊！给大家送出咱们今天直播间的第一波福利，印有咱们 at logo 的一个琥珀色的一个水杯送给大家，是给大家免费包邮到家的，是给大家免费包邮到家的。这边是可心的一个心意啊！那水不水杯的也不重要，是不是？重要的是可心对您有这个心意，是不是？可心是非常宠粉的啊！那么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子们，大家可以把这个关注啊，关注给咱点起来。咱们上点关注啊，下点赞啊，咱们点点关注啊，不迷路啊，点亮这个小黄心，点亮一颗小黄心，把福袋去拧一拧，把福袋去拧一拧。咱们福袋还剩最后的倒计时8分钟时间哦，咱们福袋又开了，对不对？咱们福袋还剩最后的倒计时的一个八，咱们福袋还剩最后倒计时的。主播整过容吗？感觉很像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，是天生的啊，天生的，你就是华伦天炉的吗？不是，这里是华为问界汽车直播间啊。送我一个吧，送你一个什么？送你一个什么？你说什么跟谁长得很像？你把那个演员的名字告诉我呀，我等一会儿下播了，我去查一查，去百度上面查一查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我长得像谁，是不是？倒是有很多人说我剪齐刘海的时候很像小鹿。像小鹿的倒是有很多人说过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子啊，可以把那个关注给咱点一点，关注给咱点一点啊。长得像他老婆，长得像你前女友，好不好？长得像你前妻，行不行啊？咱把上点关注啊，下点赞啊，点点关注啊，不迷路。咱们点点关注不迷路啊！新进直播间的各位哥哥们、各位宝子们、各位兄弟姐妹们啊，大家把这个关注给咱点起来，咱们点亮一个小黄心的小关小柱啊，给咱走起来。咱们先把赞赞啊，不要停，咱们赞赞已经到4100了，马上就可以给大家抽奖了。大家不要轻易的错过，因为咱们赞赞现在已经减到4200了，还差800赞，还差800赞呢，就可以给大家抽奖了啊！还差800赞就可以给大家抽奖了，大家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可心也跟大家一起来点一点啊！咱们今天先抽奖，好不好？咱们今天先抽奖，好不好？啊！点赞现在点赞多少啊？点赞有4200，还差800赞，很快的啊！在小手指啊，不要停，咱们一起啊去点个赞赞，好不好？